今天的花丑在哪儿呢？在西边吃下边的吧。他昨天在这儿。没有。跑步机底下是好久没学了。呀，你们弄这一地猫脸。你咋了？刚有的。没有，窗帘后面。哎呀，这一地猫砂。好嘛，这一地猫粮，这一地猫砂，每天早上起来就得，没有。再看这一地猫，哎，这一地猫，上面有吗？没有，我再看。没有，猫窝没有，猫粮桶里没有，桌子下面。它不会在这种。有个肉闪，茶叶，起司。洗衣机后面，反正这是洗衣机上面。没有，以前花超老在这里面待着，我们给堵上了。嘿，纸箱子后面没有。三位，你看见丑了吗？你看见有个丑吗？丑吗？你也可以当丑。问难看。我们家花票的窗帘后面没有，那边窗帘没有，咱们那屋呢？啊，每天都这么找漂亮，没有，没有窗帘啊！不是，这叫关门了，应该不会的。万一早上进来了呢？万一唰就进来了呢？还打你妈呢？你看见妈了吗？后面有只猫，但是也看不见。大橘，带橘喵。大橘，大橘，你在干嘛？你们有人看见漂亮了吗？怎么又有一只丑狗啊？漂亮亮，电视棍呢？电视柜，哎呦，没有，啊、在干嘛？你是怎么进去的？哎，瞅瞅，你憋不憋得慌？瞅瞅，瞅瞅，今天我找着你了，该你找我了。我的天哪，我，哎呦，花船你可真瘦，这你都钻进去，脑瓜子疼。脑壳本来就大，花丑丑该火藏了，更大了。你怎么那么可爱呢？那是什么？躲猫猫。对，躲猫猫。你的眼屎太脏了，孩子，洗洗脸吧。嗯，跟大家说再见。